使用佛光大词典光碟版，本教学课程将以实际操作配以旁白向您解说本词典之使用方法。先按图示两下以启动本词典。现在您看到的是本软体之版权宣告画面，读完以后按一下开始按钮。首先为您介绍本词典之环境。本软体共分为七个部分，分别是：一、查询按钮区，可以设定查询选项；二、输入区，在这里输入查询文字；三、条目区，会列出所有找到之条目；四、条目总数显示区；五、内文区，显示条目的解释文字；六、公民按钮区；七、提示列，会显示操作提示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如何利用本软体查询佛学名词。首先右滑鼠在输入区点一下，我们要查的名词是法身。您可以看到，随着您的输入，系统会立即过滤掉不符合的资料，这就是可以逐步接近查询结果的渐进式查询。系统的查询时间不会超过2%，可说是瞬间完成。好了，我们看到符合的名词共有30条，而系统目前停留在第一笔一法身中，下面还有2种法身、3种法身等，只要按一下滑鼠即可查阅。系统目前是以内涵的方式来查询资料，您可以利用查询按钮来改变查询方式。开头为法身，结尾为法身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法身这条名词。碰到不清楚的名词时，只要点一下，系统会自动帮您找出所有可能组合的情形。如何？很方便吧？这就是小视窗查询功能，小视窗内的文字还有不懂的也可以一直查下去。
现在要介绍更强大的群文检索功能。按一下群文按钮，输入佛光山三字，按一下 Enter 键，请静候七秒左右，系统正在对700万字的内文进行查询。好了，条目总数显示区显示62条，这表示共有62条名词的内文，还有佛光山三字。此时，软体下方会出现一个按钮，可以用来跳到下一个出现佛光山三字的位置。如果出现图表的按钮，可以用来显示图片。此外，系统还有提供梵文及巴利文查询。我们找到的名词可以列印出来，方法是按列印按钮。这里我们无法做列印的示范，不过这是很容易的，相信只要您实际试试，便立即会用。最后，让我们来看看系统提供的读经功能。按一下读经按钮，您可以利用任何文书处理软体来载入一篇经文，这里我们用《金刚经》来做说明。把视窗调整齐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读经。遇到任何不清楚的名词，直接使用滑鼠或键盘标示起来，按一下 Ctrl+C 或选择编辑中的复制。您可以看到佛光大词典的视窗会立即显示出名词的解释，是不是很方便呢？本教学到此结束，谢谢您的使用。